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湘妹洋子。今天是同年爹的生日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在三家馆了，准备去他家的路上。刚才赶集买了一些橘子，也给他们带过去。同年爹在杀鸡。买个冰棍，我鸡好准备二十块钱吧。你到哪儿买了？您这哈？嗯。你村里面？这个都涨到这快三十块钱。我那关键那冰棍至少有八十块钱一个，他这只喊二十八。贵不贵？你说哈？那咋一个人？啊，一些有几个。那咋一个人？那他卖那么便宜，人家就干不带生意了。那这个这面货没哪有人够的。我那五几还是今年几万啊？今年的哦，是五斤哈。嗯。好小的，地点大个儿。今年小。那我们这边不能看到。但他腿子好长，天天跑啊。我到农地都找半天后了，搞死你。山上的跑山鸡。跑山鸡，长得不大的，但是它的腿很长，大腿上那个肌肉很大。那时候穿的啊，跟人两两三根，嗯，我肚子坨坨的，兄弟，我看是不是？哦，我天啊，真的行啊！哥，那个提前穿点鞋。小哥。哦。嗯。我上次来都没看到你喂过喂狗。小奶狗，黑色的。这个狗狗长不大。比茄子小多了，小品种狗。嗯，他们那儿卖猪儿的，他卖远没？啊，今儿就卖远。卖远的？就是喜欢呀。卖远的还是长我们地点好这个狗啊？对，我那地方它也长不了大的的。小品种狗，这个肚子起来好鼓啊，这个。那是今年的。今年贵呀！啊，你多的没得？一千多斤过啊！我没百八斤。还走着？嗯。那好可爱啊！姐姐。小奶狗。刚才这个小狗胆子很小的，摸一下就在那儿吸，就在那儿叫，嘤的。抱了一会儿之后，现在胆子变大很多了。那两只小狗胆子还很小，没抱它，现在知道打滚了。肚子吃的好鼓。大哥，我想上到城堡。烧火做饭，萝卜、白菜、白菜，吃饭啦！干辣椒炒肉，这个肉一看就是农村的土猪肉，很肥的。豆腐，豆腐，豆浆，黄豆做的，酸菜。豆豉，吃早饭啦！农村的顶罐饭，这个黑色的容器就叫顶罐。这顶罐下面是个尖儿，童年妈家做了一个座子坐垫儿，放到那个坐垫上去闻了，不然放到地上是放不住的。我这个顶罐饭，你们吃过吗？嗯。没本事，非常推推都本事的，还说不了事的事情。忘记带白菜来了。白菜，我做这西梅菜好吃。这个人反正就吃过，别吃了，吃不进去，吃不进去。童年爹跟老爸是一年的，都是属龙，属龙的。你看，他多少不孝顺的。嗯，从顶子那得，
啊，那个干辣椒炒的特别香。看我的饭，这个辣椒好香。白菜也好吃，嗯，豆腐，冬天有个小西瓜。俺家冬天还要啤酒不行？搁那公仔花，那你。嘿，两只小奶狗，还有一只，只抓到两只，那只灰色的刚才一直在跑，是它主人把它抓进来的，我们才看到，胆子好小啊。今天他不是出来，今天这个重庆啊，重庆我都往这儿了，重庆这是七点多了啊，你也便宜才百多块钱啊，嗯，一根130啊，够吃够的，行，三个月一个月好钱啊，我能是哇，一个亿啊，挣不到，八百块钱。乌鸡炖蘑菇，好香哦。鱼，豆腐，辣椒炒肉。那现在挖好了，给你吃点东西。挖那面。你要整鸡笼，那个是穿的，你是煮煮鸡蛋浆，那个是穿的。那个不是酒。嗯。我干十块钱，运费又好，你过去点啥？你咱大下点小下，我们不要这个工卡钱，他其实嘛，他是不是？不要不要。那个应该的，我在老百姓等你。这得有秩序啊。这得一批啊，才批准。你这个不用等人家。要不然，你连那个你这个？俺都不等，说到这儿。啤酒。你还要这边啊？我需要这边。那个。这个等着就干了啊。啊。他不是不是老村子。啊，新婚女的。嗯。嗯。新婚啊。有眼，那个祝你生日快乐，同年爹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生日快乐，嗯，北京呀，门关了，进都不出的。
我同学那块儿我都挣不断。或者他别人家多少同学进去啊。同你妈今天炒的菜好好吃。嗯。今天炒的菜好吃。嗯。我要个好钱。真的。这是鱼鱼哦。嗯。特别是那个豆腐好好吃，哦、豆腐特别好吃。你扔的？来，来套，水清豆，来套。嗯，水清豆。嗯，吃啥？我来炖的，那一条菜有清香。你妈妈那肉吃啥？你咋？我老是有跟着他，他总进去收。我看到他是蒸的啊。嗯。他这酱是哪来？张头哪来的？哎，是不是鱼？这里有三颗映山红，等春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，血红色的，红艳艳。这个时候已经在长叶子了。这里有一株栀子花，这里是朱顶红，还没有开花见，要等到明年了。茶花，这个是大丽花，大丽花的种子在地底下，长得跟红薯是一样的，它跟芋头是差不多的，在土里面生子。现在它们都已经凋零了，等着明年春天发芽，夏天的时候开花。嗯。哎呀，那这怎么变得这么笨呢？